乳山滨海旅游度假区是一处集观光旅游、休闲度假、文化娱乐等多功能性的旅游胜地。景区规划以母爱温情、福地养生为主题，其中母爱的主题是来自于大乳山。大乳山因形似女性的乳房而得名，因此又被称为母爱圣山。景区规划为九个主题区，分别是乳山湾旅游风情镇、母爱文化体验区、养生文化体验区、宗教文化游览区、老年养生园区、海滨休闲度假社区、游乐园区、海滨沙滩活动区和海洋生态体验区。来到景区东大门附近，一个个蒙古包散落草原上，让人有种置身塞外草原的错觉。这里总共有105座蒙古包，其中5座为公共接待场所，主要为游人提供临时休憩娱乐和蒙古族特色风味餐饮等用途。另外100座面积较小的则是标准客房，房内设施一应俱全，同时可容纳200人入住，让您不需舟车劳顿，也能体验住宿塞外的氛围。